老师，我们错了，你别生气啊。老师，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，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。老师，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，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。老师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。老师，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，我减肥。行了，老师不怪你们，这个事儿啊怪老师，老师没带好你们。孩子们，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，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。我始终相信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。这样，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？有没有？老师，你别难受了。行，老师，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。哎呀，老师，我刚才纸条是我弄的。哎呀，我也不跟他不闹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啊，我们那是我们还有第三季呢。没错。啊，校长，没有，太棒了！下一届就给你们啊！